沈先生，您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，最近千万别开车了。数据显示，30到60岁的男性每天需要7小时的睡眠，最佳睡觉时间是晚上10点到早上5点。可是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总是失眠，每天睡觉的时间不到5个小时，完全达不到健康的标准。哎，正好，我们呢为你量身定做了一个 VR 视频，每天睡觉前呀，看看视频，放松放松。之前不是看过了，没有什么用。这是我们专门为您制作的。这是你们专门为我做的。视频内容全球独一无二。好。谢谢。早上空腹吃零食会得神经性贫血，早上需要补充的是蛋白质，把鸡蛋吃掉。3×2，3×2等于几？3×2等于几啊？3×2等于6，3×2等于……我不想让甜甜长大变成你这个样子。我这个样子怎么了？我不会让你再害甜甜一辈子。数学是上帝的语言，甜甜必须要学好。11+1=9，11+2=9，11+3=8，11+4=7。爸爸，我没画画。
看来蒋默然的病有好转啊。哎呀，还不是贺总神机妙算吗？你什么时候彻底变成溜须拍马的画风？我真有点接受不了。走啊！蒋默然的感情在一步步重塑，咱们的 VR 治疗确实有效了。孩子的父亲，他不是个怪物，他也是个好人。你知道这点对我和甜甜有多重要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他比我痛苦多了。在真正的爱情中，只有适合和不适合，哪有什么坏人呢？是美好。
哇塞，终于复合成功了，耶！我替老包说句话，这次咱俩开香槟了，戒酒了。哎，肯定好消息啊！嗯，蒋慕人的传真来了，大声念出来。复合事务所的各位大师，谢谢你们这段时间以来付出的努力，真的无比感谢。必须承认，和你们在一起，我发现了自己身上很多的不足，也学会了很多东西。太客气了。但我们的计划到此为止吧，我决定放手了，要和顾小艺离婚。啊？这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是要离婚啊？别说话，继续读。不过是好聚好散那种，而且我也愿意把甜甜交给她这个妈妈抚养。谢谢你们让我认识了自己，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，生活不是计算，不是去选择数学上的最佳，而是去感受每一个瞬间，每一次喜悦和每一个差错。爱情有温度，有心跳，有呼吸。理论上说，顾小艺貌似是我最理性的选择，直到现在我也毫不怀疑这一点。可是我应该放手，让我们两个人还有甜甜都能自由地随着心愿而活，随着心愿犯错。最后第三次谢谢你们，这有点不符合我一贯的风格哈，但是这是我现在最想说的，因为精神上我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轻松。哦对了，此次复合行动虽然失败了，但是我会承担所有发生的费用，也希望你们能和我一样享受这次失败。蒋默然。我能理解你，你现在觉得你离不开他，对吧？对。觉得他就是你的全世界，对吧？蒋默然已经决定离婚了，甜甜归顾小艺。Yes。所以在感情的道路中，千万不要为了打翻的牛奶而哭泣，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这本书推荐给你。当然了，你也不用压抑自己的愤怒，要学会管理它，释放它，消化它。贺总，去哪儿？有点事儿。是那件事吗？ Good luck。那个，我有点事儿啊，我先出去一下。享受这次失败，好，拍张照，留个纪念，铭记在心。真实的蒋默然就在这个本子里。再说了，你在人家顾小艺之前不还有一个女人吗？不可能，他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。这个人或许在这里。撕掉日记这一页的应该是顾小艺。蒋默然的手机壳是 UAG 军工级防摔手机壳，很厚，根本不适合女生用。难道他……先忙着，我出去一趟。哎呀，博味面膜大促销，请问是随静吗？啊，是。你好，我是顾小艺的朋友，当然也是蒋默然的朋友。博味面膜大促销，快来看一看嘞。我们可以聊聊吗？哦，好啊，聊什么呀？我想知道，你现在还喜欢蒋默然吗？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反正我们早就不联系了，因为他们刚刚离婚了。
原因是。你千万不用紧张，我没有任何恶意。作为顾小艺的朋友，他让我来转告你，蒋默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男人。虽然说他们的婚姻失败了，但是未来蒋默然一定是一个好丈夫。我知道你现在还是单身，如果有一天你和蒋默然可以走到一起，他会祝福你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呢。这都不重要，蒋默然应该很快就会来找你，好好享受你们的爱情吧。哎，谢谢。其实你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，是吗？是我疏忽。这样的结局不好吗？蒋默然日记本上被顾小艺撕下来的那一页，就把这个给你们。这个是从蒋默然的日记上撕下来的。其实，如果不看他的日记，跟他朝夕相处这么久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他是怎么样计算着过生活，我心里已经很清楚了。可是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离婚的就是这个。我发现他有喜欢的人，那个人不是我，就是超市里的这个女孩，她叫随静。我爱他，不能自拔的深爱他。无数次我问自己，如果他遇到危险，我会为他去死吗？我想是会的。理解，太理解了。我对女神就是这样的感情。但是理性告诉我，随静并不应该是我的结婚对象。像她这样普通的女孩，不仅对生活毫无计划，也没有任何特长。我再爱她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她无法成为我孩子的好榜样，也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女性。随静的基因太普通了，我不能选择她做孩子的妈妈。我必须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。刘老师，你现在还能理解吗？这就是我们的本质区别。喜欢一个人不敢行动，这叫什么？从日期上看，蒋默然认识这个随静，应该是在认识你之前。就是说，蒋默然深爱着随静，随静也爱他，只是因为随静不符合他结婚的标准，所以他选择了适合结婚的你。是这样的。那婚后他们有接触吗？没有。他那么克制的一个人，我相信他也不会。在道德上，他从来都是无懈可击的。他送给这个女孩的唯一礼物就是一个笨重的手机壳。他在日记上还说，如果他无法克制对随静的思念的时候，就去洗冷水澡，就疯狂的工作，以强迫自己接受自己安排的命运。说来，蒋默然不但没有肉体出轨，连精神出轨都没有。他只是自己咀嚼着给自己酿下的痛苦。
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这样的男的也挺难得的。你们知道我看到他这日记是什么心情吗？我反倒轻松了，我释然了。为什么？他不爱我，他从来都没有爱过我。我只是因为是他妻子的模板，才被他选中的。哪怕我们有了小孩，他对孩子也只是有父亲的亲情。以前我心里特别纠结，我还在想是不是我这个人不够女人，所以他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现在我心里都清楚了，他的心从来都没有属于过我，所以我现在彻底的轻松了。我能理解。曾经跟我结婚的这个人，我孩子的父亲，他不是个怪物，他也是个好人。你知道这点对我和甜甜有多重要吗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他比我痛苦多了。我们所有的错误，就是不应该再委曲求全地生活在一起。所以离婚对我们，对孩子，都是最大的解脱。你能这么说，小姨，你真的是个好人。在真正的爱情中，只有适合和不适合，哪有什么坏人呢？所以，是顾小艺拜托你去找到这个女孩的，对吧？顾小艺现在怎么样？她跟蒋梦然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？顾小艺告诉我，那天晚上，蒋梦然在 VR 视频的刺激下，失声痛哭。经过一夜长聊，他们发现，也许他们不适合做夫妻。但是，一旦退回到朋友和亲人的关系，两个人之间的矛盾瞬间不复存在。而且对彼此的宽容也增加了好多。他们的女儿甜甜也第一次同时感受到了爸爸和妈妈的爱。我相信，现在顾小艺和甜甜在一起，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开心吧。不想说这些话。嘿，话是这么说，怎么一点沮丧感都没有啊？你确定心里没有打什么鬼主意？不要总把别人想成是阴谋家，好不好？看到他们一家三口过得这么幸福，我觉得我输得值。你真的这么想吗？你确定不是给自己找借口？你以为呢？做我们复合大师这一行的，归根到底不就是修复别人的情感？如果婚姻的外壳已经死了，他们从爱人关系退回到普通朋友，但是和孩子的情感却得到了最大的治愈，难道这不是另外一种复合吗？我之前最大的错误就是一直执着于坚持二字，但现在想想，如果对错误的爱情及时纠正的话，反倒是对感情的真正坚持。来，还想接着讽刺你，话说成这样也只能赞同。其实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是这样。嗯，我也坦白说吧，之前确实我有一些过激动作，是因为我心里一直觉得疙疙瘩瘩的，总感觉有伤口没愈合似的。其实我们应该像顾小艺和蒋默然一样，彻底忘了过去，重新变成普通朋友，可能这样对我们而言都会轻松很多。
新生班推荐来的代表。主持人，你好，我叫霍周一。别说啊，这忙一天还真有点饿。点了，刚点的外卖。那不得等半个小时吗？你平时不是爱吃零食吗？就没点什么存货让我先垫垫。你刚进工作室的时候，你公私分明的劲儿上哪去了？你要是真饿得受不了，我那儿有两包感冒冲剂，要不你先冲吧。贺总，作为一个企业家，吝啬是影响你格局的最大缺点。再说了。我刚刚在蒋某然的案子中立下了奇功，于公于私，你都应该表彰我一下嘛。表彰你啊，行，回头给你做一锦旗，要吗？那多没劲，就说点公司福利呗。哎呀，福利有，刚给你求了一平安符。什么？特别适合你，万一啊，以后你在路上。踩着狗尾巴让狗咬了，然后看个美女撞个电线杆子，或者吃个什么煎饼下不脱臼了都管用。能盼我点好吗？没感受到我言语中深深的善意，看在你工作这么努力的份上，首年保费全部报销。全部报销？嗯。真的假的？哎，要不要？要，要。哎呀，贺总，我真是太感动了，我现在才体会到你对我的好。哎呦，哎，默默，你找我啊？今天我不是来找你的。女神，你好。我是找你的，雨光光。来，女神。你今天来是兴师问罪啊，还是主动投降的？雨光光。啊。你老实交代。你在蒋默然那个视频里你搞的什么鬼啊？你说这个呀，其实有点可惜，我也离职一段时间了，所以这个技术不是特别能跟得上，要是能再给我一段时间。不用再聊下去了。哎呀，你真有意思。嘿，你怎么就能确定那个视频是我们家于老师做的呢？女神，觉得我那个 VR 视频做得如何？于老师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保密保密，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不让李段知道是咱们帮的忙。当初是要保密嘛，可是蒋某然的案子已经结了，那就可以解密了呀。而且从法理上来说，我是这个视频的唯一创作人，我有权对我，对用过的客户做一个调研回访吧。没毛病啊，服了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呀？嗯，哎，你差不多行了啊，那我们还免费给你们做一 VR 呢。什么态度？你们这是不安好心，别以为我不懂技术就识破不了你们的阴谋。妹妹，我以前可是学广告的，这种广告就叫潜意识广告，它这个每个产品画面它只有那么一帧，这一针呢，人们意识不到，但它重复出现，人们就会对产品产生印象。女神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真是什么也瞒不过你的眼睛。我承认，我是在这段视频里面放了一些随镜的信息，但是这不代表什么，我只是想唤醒一下蒋默然对爱的记忆而已。真没想到你这么老实巴交的人，你竟然这么坏。你就安了一个什么心呢？你可以了，结局不是挺好的吗？结局好并不代表他这个过程正义，我依然对你们持有质疑，还有审判权。哎，等等啊，我声明一下，我的一切工作都是在贺总的领导下进行的。哎，你这不仗义那劲儿，见色忘友。别，咱俩不是朋友，我们只是上下级关系 ，OK？
你俩什么关系？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现在我们整个复合事务所的人都认为是我做的这个资料有问题，我冤不冤呀？我他们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嗯，太不讲道理了吧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初是包教授找我做的这活儿，而且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你们这边都知道呢。原来是包教授找你们揽的私活。行，我这就回去。不是默默，你听我说，不是那样的。我跟你们事务所那胖子根本就不熟，我跟你也不熟。我是不是不小心暴露了我们的线人？哼！平时还行，就是吧，一到亲热的时候，我这脑子里边啊，全是他以前的画面，我受不了，受不了他背着我有那么多的秘密。这话说呢，人家不都说这事过去了吗？对不对？再说了，这个世界上谁没个背人的秘密啊？你敢说你没有吗？我承认我也有。哎，可他呢？他那是背叛，知道吗？太行了。哎，兄弟啊，他背叛你怎么了？你不是还背叛过他呢吗？你得向前看。好，好，我向前看啊。哎，那但是未来他要再背叛我呢？那我要找那人是一生都应该对我忠诚的人。痴心妄想，没听过那句话吗？所谓忠诚都是背叛的砝码，还不可。不够啊，兄弟，咱得将心比心，不能乌鸦落在猪背上，光看别人黑啊。任何事情都是相互的，要想让别人不背叛你，首先呢，你得自律。这个自律说得太好，自律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对，咱们俩在这交流，他这飘来飘去干嘛呢？他这，哎，你看，这句话就是你今天到这儿以后说的最正确的一句话。你稍等啊，兄弟，稍等啊。这个人和他女朋友的事儿啊，责任全在他。他背着女朋友一天到晚在外边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人女朋友受不了了，就做了一点对不起他的事儿。反过来他倒不乐意了。我现在呀，正在用3RB 刺激疗法刺激自己的，让他知道他的错误在哪儿，明白吗？所以啊，你忙你的啊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这人呢，都是这样的。自己觉得别人呢浑身都是毛病，自己干的缺德事儿呢却永远重看不见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这去吧，你忙吧啊，叫叫叫叫叫，哎，你叫叫叫叫叫，不好意思啊，耽误你时间了啊。这个我觉得啊，爱情是没有底线的，但是呢，人心得有个底线，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咱心里得有个数啊，对吧？这就是所谓的底线。对，我站起来。有关于底线这事儿啊，一定要听教授的。在我们复合事务所里面，最最有底线的人就是教授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这样的一，哎，不是，默默，我这跟客户这说事儿呢，你这3番5次飘来飘去，你这啥意思嘛？别捣乱啊！我没啥意思，你是心虚了吗？我心虚什么虚啊？你肯定是心虚。我虚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。我什么事我哪那么虚？我告诉你啊！哎，咱们不要了，咱们不要了，你干啥来？干啥？我给你打工。出去找去。哎呀，
不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，教授？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你得问周末呀。我跟客户说的业务呢，你瞧他飘来飘去的，对我又是夹枪带棒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。FI 公司的前设计部总监余光，你认识吧？那个 VR 视频是你找我姐做的，对吗？啊，寻求点免费的技术支持，怎么了？再说了，咱们跟分手事务所已经不是敌对关系了。你姐这人不错，你应该不否认吧？那我作为同事就不能打交道了？我们跟分手事务所虽然不是敌对关系，但也是竞争关系。我跟我姐关系再好，但是我们是公私分明。我可不像你一样，长期出卖自己公司的利益。哎，这可不能这么说呀！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先说第一件事吧。你爸爸那天住院，是我姐送他去的。叔叔，没事吧？叔叔，120吗？有一个叔叔现在心脏病犯了。这笔钱是我掏的，两千够吗？嗯，我交钱去。那我们一块儿去。确实是贺周一救了我爸，这路上碰巧了，怎么了？那你回来怎么不说呀？我能说吗？那个时候咱们跟分手事务所那是敌对关系啊！哎，我回来说这事儿，不是给大家添堵吗？所以只要我姐给你打一个电话，想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。你对分手事务所副总裁有兴趣？副总裁，你就彻底变成了他们安插在复合事务所里面的卧底，对吗？我好想你，真的想你，眼睛像打翻了的鱼缸，世界都翻动了，看不清。自己。